比你男朋友帅不帅？嗯，没有他帅。这就对了，真会说话。你看，你就不会说，所以说你要好好的，别闹了啊！今天这晚上逗把你逗乐了就行了，知道吧？记住一句话，我永远是世界上最丑的。骂我一句，你是丑逼。说，你是丑逼。开不开心？再来一句，你是丑逼。啊，丑逼。我好爽哎，我很开心呢，我就是爽了吗？是不是特别爽？大吼一声，吼你丑逼吗？放松一下。嗯，放松了，放松了是吧？好了，别哭了，听到没有？出去，来带着闺蜜去那个什么，喝两杯，喝两杯，吃点烤。啊，已经喝过了。喝过了吗？我跟你讲，喝过了别被别人扛走了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好了，这样那就我 去吃点东西吧，回家吧，听没？好好的去看部，带着闺蜜去看部电影，找部好看的喜剧片，听没有？知道吧？嗯嗯 ，OK， 念、yeah, 好吧，记住，失恋不可怕，失恋无罪，预备，我们自由了，你应该很开心，我们自由了，我可以跟我们闺蜜想怎么玩怎么玩了，知道吧？来合个影。我就不跟你合影了，因为你有男朋友，待会儿你男朋友会揍我，因为他没有男朋友，我要单独跟他合个影。来，靠我肩上，做一个临时男朋友，反正都是丑逼，无所谓了。让你靠一靠，给你几秒钟，让你爽一爽，爽不爽啊？嗯，爽不爽？再靠一靠，没什么，靠一下，来，爽不爽？好了吧，老板，你爽不爽？我是说，我倒无所谓啊，合个影，看这里，笑一下，三，二，一，我的天哪！我跟你讲，我从你的眼中看出来，你有一副旺夫相，那个傻逼，那个傻屌居然要跟你分手，他就是个憨逼！我跟你讲，记住，骂他一句，你个憨逼，刘家嘴那个憨逼，对，你个棍儿憨逼，他就是个傻逼。我们可以看你的回播吗？可以，你骂他一句，你个傻逼，刘家嘴傻逼，再来一句，傻逼刘家嘴，再来一句，傻逼刘家嘴，爽不爽？爽。对了，好了，耶，啊，好了，耶，今天节目干得非常的成功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很发现，走，逛街去吧，别老是在这站着了，这样对心情不好，知道不？好了，再见，祝你们开心。哎呦，我操，累死宝宝了，我的个妈呀！我知道了，她男朋友叫刘家俊，那个傻逼。在哪儿？我坐一下。好了，成功洗脑，干得漂亮！我的个乖乖！来，兄弟们，那个直播室通知的勾一勾啊！手机用户点击左上角的成绩。